斑马线奖评选活动开始啦，规则非常简单，只要你文明出行，经市民评选前三名的好司机，就能获得500万蔬果币。还在等什么？快来报名吧！我开车技术这么高，得斑马线奖肯定没问题啊。蔬菜们、水果们，今天的排名情况马上揭晓。排名靠后的朋友可要继续加油哦。啊，不应该啊，我车技好，反应快，从没出过交通事故，青苹果开车那么慢，人气怎么能比我高？明天我得找他问问去。老青，开门。来了来了。哎呦，稀客呀。我问你，昨天的斑马线奖你怎么排名那么高？是不是贿赂大伙了？嗨，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。咱俩上路开一段，看看行车记录仪你就明白了。青苹果这么开车也太不痛快了吧。我车技咋样？那还用问吗？绝对是蔬果界第一赛车手啊。那为啥没人给我投票？去我家坐会儿，我告诉你为啥。开车呢？看看你的。谢谢谢谢。我给青苹果点赞。唉，看来今年的斑马线奖我是得不到喽。老哥，那可不一定。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